发球它是有两个重心的交换的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来，一二三，是吧？对吧？明白了，一二三，而不是一二走了，没惯性啊，这个它是有惯性的，一二三，是吧？好，这是一个重心交换，重心交换。而我们在发勾手发球站位的时候，一定啊，一二三，二是重心到右脚，重心到左脚是第一步，重心到右脚再到左脚，哎，这个时候我们完完全全的话就会跟得上了。然后我们在讲站位的时候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从一二三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的衔接发抢衔接要注意一个啊，我们要还原发完球以后的还原，它主要不是在手，而是在重心。很多人说还原是在手，靠手还原，这个问题大家困扰了大家很久，我还原快我手回来快，其实不是的，重心稳还原才快。来，